有麦克风，我就这样拉着嘛，拉着。然后他走过来这边，他的袖子是这样卷起来的，然后有预谋的，然后砸在，然后就把我手拉开，然后我一说啪啪啪啪，他就拉进来，然后用他的身体向后撑，把我撑开。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，往前拉，然后我就用力把他推开，然后他推开之后，他又进来，又把我的手又拉开，连续第四次，我再呼他一巴掌。所以为什么他说沈志伟力气很大？真的，叫侮辱我！我为全国的女性，我为什么要站出来？全国女性要为这个所不耻，民进党立委要为这个所不耻，立法院没有这样的不入流的立法委，真的。